大家好，我是永通汽车伟星，今天要为各位介绍这一台是2020年的一个德利卡八人座。注意，这台是首牌的一厢型车。那如果你的使用的这台车的人他是有首牌驾照，或者是你是载比较重，或者是说你是长时间开山路的话，那我可能会推荐你可以考虑买首牌厢型车。那这台车实车实价44.8万，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如果你有看过我们前一个介绍自排厢型车德利卡的一个影片哦，它这边就会有几个这些贴纸，那左上角通常是盲点侦测的贴纸，右下角就自排的贴纸，那这台车是首排，所以它没有这个配备，但一样呢，它还是都有配备，到这里啊都有。买这台车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载八个人，三排座椅后面的空间到底够不够大？当然说你也可以把它改为五人或者两人座，两人就货车版本，空间绝对够你放。好，我们一样是乘坐在第三排的座椅。那如果你有看过自排的德利卡厢车介绍，我们就有示范。那如果上下车部分，那这一台我就不介绍。但这一台呢，一样会有后座独立的空调出风口在中间这边，夏天都有独立的出风口。那第三排呢，它这边有独立的出风口在这边，你都可以自行再做一个调整，都很方便。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车内，那首先一定要讲一下它的里程数，在仪表板中间的位置这边，它目前里程数是12190公里程数保证。那里程数上面显示的是它独立的胎压侦测器，那为什么只有显示一个呢？因为胎压侦测器是你要行驶中它才会显示出来的。那回到方向盘这边，方向盘这边的话，它是有配备安全气囊，副驾驶座也有一个安全气囊，冷暖空调在这边 ，Panasonic 的蓝牙音响在这边。再来呢，它是首排，它是前进6速，倒退1速的一个手排变速箱。如果你是载比较重，或你要开山路居多的话，或许建议手排会比较好。这个是我们的 ES 车辆认证书，它是认证合格，它会影响到你在 HN 的保固的长与短，1年或2年，2万或者是5万公里。这台是2020年5月，那车身号码、引擎号码都是正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车身外观，外观之后，左前方驾驶座的门有一个凹痕，其他都是原版件。车骨结构图这边，它只有后尾板这边有一个，它有一个生锈跟一个板修的部分，但其他全车都是原版件。虽然说这台车我们是2020年，我卖44.8万，但还是要注意一下，那新车也是70来万，我们现在卖你44.8万，车价含税，并可以开立全额的发票。要么各位做一个总结哦，如果你的需求是要载人还有载货，符合你的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两台我们现场介绍这些自排跟首排这两台都有通过夜市认证，全车原版件。所以就看说老板你的需求是使用的人有没有自排或首排的驾照，你没有首排驾照，不用多想，直接买自排。那如果你是载比较重，或者你要开山路，那我会推荐你买首排，在首排的价格比较便宜。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喜欢我们介绍这两台车，欢迎跟我联系。那我的电话号码是0912021458，欢迎预约赏车。实在就是 SUM。